望一个笑容，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。如果我多一张船票，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？如果是梁朝伟，你肯定会跟他走吧？但是我就是不一定了，没关系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。我会一直这样努力地争取你的。我是来自果然娱乐的周彦辰。